集团的那个方热诚，那么我们做一个内部的一些完全是江户时代的一个风格的一个有日本的温泉城吧，一个文化休闲时间。然后呢，它主要是以江户文化江户时代的这么一个风格来做一个设计，应该说有它一些地方的特色。我们可以看到它每个星期六呢都有歌舞表演。那么今天大概是日本的小朋友有这么一个歌谣表演，里面的装修都非常的有一些民族的特色。江户时代的一些朋友，这个我们今天到了这个陆琪先生和他的这个日本 CHI 集团，那么在成田机场附近呢，他有一个国际酒店。
那么国际旅游在2017年呢开始呢就筹建了一个汤乐城，汤乐城呢是2019年的正式的营业。那么现在我访问一下我们汤乐城的总经理，总经理是吧？嗯，谢谢是是谢谢总经理，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你好，我姓朝铁，在汤乐城工作，从最开始的营业到现在已经第四个年头了。是，对，四个年头呢，你就基本上是创业之初和管理了。这个整个我们从宣传片啊、实际情况都看得还是很有规模的。你经历过了，刚好我们知道2019年之后，紧接着就是疫情了。对，分享一下呢，你这四年的一些历程。这四年。遇到些什么困难？一句话是风风雨雨。怎么个风风雨雨法？我们刚营业是2019年的，试营业是7月份，然后9月份呢是正式营业。营业第二天呢，经历了日本的台风停电，然后这是9月份的事情。12月末呢，马上就进入到疫情的初始。在疫情期间呢，一开始因为公司嘛，我们整个第一次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咱们都比较紧张。在公司各个方面的调解之下呢，员工们呢是正常工作，正常营业，但是呢，对于客人来说呢，是受疫情的影响，相对减少了许多。在比疫情之前。后来由于疫情的一点点加重，因为属于公共设施嘛，我们也属于公共设施，有很多地方就出现休业停业的状况。在那种情况下，因为休业停业呢，直接联系到各个员工的家庭、员工的生活。虽然我们这里内部我们停业，但是内部呢，员工是正常出勤、正常上班。在各种各样大家计划一下营业，为了迎接疫情，把这个疫情给克服过去，各种各样大家的营业，在内部进行营业。从经历的一开始的初始到大家逐渐疫情加深加重，大概3年吧。3年之中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跟社会同步。初始也营业了一段时间，但是没有什么好效果，因为不管是从外国来的客人，还有日本国内的客人，受疫情的影响，基本上是不外出。所以呢，我们就是为了适合整个广大社会的需求嘛，在这3年之中呢，基本上是营业的时间少，基本上都是休业、整理、整顿。整理整顿，在疫情逐渐平稳之后呢，虽然就迎接来了大部分的日本国内，首先是日本国内客人。但是总体来说呢，大家还是比较小心翼翼。比起疫情3年之前呢，客人的规模呢还是差了很多。虽然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好，但是总体来说呢，还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OK， 那个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难的时候是2020年，2019年年末疫情初始，然后是2020年整个一年呢，大家一开始呢以为疫情会很快的过去，但是。结果呢，总是就是不如人意。2020年的时候，大家比较彷徨，因为这个事实比较新鲜。是一个新的，我们把它比作孩子嘛，就刚出生的孩子，还没有学会走路，就接到这种无情的风雨，所以说大家心里特别难受。因为这个汤乐城来对我们的老员工，一开始新入社的员工来，都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看。那个时候大家心里比较难受。以你所接触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康乐城有些什么特点？我们康乐城呢，虽然就是以洗浴中心为主，但是洗浴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洗浴。我们在洗浴的城的本身洗浴的功能之上呢，我们加上了娱乐和休闲。把娱乐和休闲结合到一起，然后给客人一个多元化的空间，能体会到不一样的乐趣。这就是我们康乐城和别的地方洗浴中心的不同之处。是。加了一些什么样的节目呢？文艺啊，各方面呢，是日本文化特点，对吧？对，汤乐城现在目前呢是把世界各国各地的文艺节目都吸收进来，每周六周日加上日本人的红日子，日本的日历上会有红日子休息日，所以呢，休息日我们尽量也安排节目，不单有埃及的，有罗马的，当然有日本，以日本国内为主。有埃及的、罗马的、美国的、荷兰的，还有英国的，当然也有咱中国的。
国际化的程度很高，对，一个国际化的娱乐休闲中心。这我感觉好像就是个江户时代一个文化的一个氛围。对，然后呢，江户的文化呢，然后又加上这些国际化的渲染啊，你们老板也动了一些心思。当然呢，这个开幕的时候本来也邀请我来，但是我那时候没空啊。但我知道，这你刚刚比喻是个非常小的孩子，大家都很疼他，也希望他能够成长。但是呢，过去的3年的这个熬过来，是。那么应该说呢，这个整个疫情逐渐散退，然后整个恢复正常以后，应该汤乐城有自己的一些新的开始。对于你这个管理上或者汤乐城后面的计划是怎样，有些什么构想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属于我们酒店的一个附属中心。我们整体和酒店联合在一起，准备以这个汤乐城为中心，陆陆续续再打开局面，不光是日本国内的客人，主要还有世界各地海外的朋友们，能尽快多多方面了解到我们汤乐城。然后到了，因为成田机场比较近嘛，在成田机场下来之后，落下之后呢，能有时间到我们汤乐城来看一下，体验一下日本的一个江户，从现代过渡到江户时代的一个文明时代的过渡期，体验一下不同的感受。OK， 介绍一下朝田自己，什么时候来日本，来多久了？我是大学毕业，我学的也是日语专业啊。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嘛，对于选择了日语专业呢，我是比较彷徨。至于就业怎么样？我们面试的时候，当初在中国，那是属于改革时代，有日本的好多大的企业比较著名的，比如说马自达或者是东芝，还有佳能。我面试的地方呢是一个比较不起眼的一个公司，所以呢可能是也是运气比较好吧。进入公司之后呢就被委派到日本来，然后日本和中国来回两地奔波。这样不单及时能了解中国内部的情况，咱们内陆的情况，再加上日本的一些最新情报，也能及时反馈到中国企业内部。时间久了之后呢，逐渐以日本为主，就在这边定居下来了。OK， 也就是有10-20年了，应该。20多年了。对，祝福你，也非常幸运的这个陆吉祥社长请到你来做这个经营，也希望汤乐城可以，他的业务可以蒸蒸日上。谢谢您啊，谢谢，太好了。我也非常感谢我能在有生地遇到我们陆奇社长、陆奇会长和我们古陆社长。我们在这里呢，就属于一个大家庭，大家是拧成一股劲，然后向一个共同的方向发展。我相信我们的汤乐城，虽然经过了3年的疫情，有一句话嘛，不经历风雨，才能见到彩虹呢。我们会越来越好。谢谢，祝福你们，祝福汤乐城，谢谢。谢谢您。Thank you.